到青木口，这样极为的几率。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又复归一，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唯愿必定来，明我三毒苦，使令得安乐，即以大涅槃，以大悲水洗除垢秽，令至菩提，毕竟清净。六道四身有此罪者，同得清净，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解脱。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心念口言，众等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无名所缚，爱时所缠，嗔恚所伏，堕在渔网，经历三界，被摄六道，沉沦苦海，不能自拔。不是往业，过去因缘，或自破净命，破他净命，自破犯行，破他犯行。自破境界，破他境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惭愧忏悔，愿起除灭。众等重复至诚，五体投地，求哀悔过。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身口意，行十二业，身杀盗淫，口妄言绮语，两舌恶骂，意贪嗔痴，自行十恶，教他行十恶，赞叹十二法，赞叹行十二法者，如是一念之间起四十种恶，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众等重复至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依于六根，行于六事，取于六尘，眼着色，耳着声，鼻着香，舌着味，身着细滑，意着法尘，起种种业，乃至开八万四千尘牢门，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众等重复至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身口意，行不平等，但知有我身，不知有他身，但知有我苦，不知有他苦，但知我求安乐，不知他亦求安乐，但知我求解脱，不知他亦求解脱，但知有我家，有我眷属，不知他亦有家，亦有眷属，但知自身一痒一痛，不可一忍，处踏他身，唯恐苦毒不生，但自知为现身小苦，而不知为起诸恶业，舍身因堕地狱，于地狱中备受重苦，乃至不为恶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有种种苦，以不平等故，其彼我心生怨亲想，所以怨对骗于六道，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众等重复至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行颠倒，想颠倒，
见颠倒，离善知识，近恶知识，背八正道，行八邪道，非法说法，法说非法，不善说善，善说不善，见骄慢床，张于痴烦，随无名流，入生死海，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众等重复苦道，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三不善根起四颠倒，造作五逆，行于十恶，炽燃三毒，长养八苦，造八寒八热诸地狱因，造八万四千格子地狱因，造一切畜生因，造一切恶鬼因，造人天生老病死种种苦因，受于六道不量苦果，难可堪忍，不可闻见。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众等重复苦道，五体投地，求哀悔过，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三毒根于三有中立二十五有，处处起诸罪恶，随逐夜风，不自知觉，或障人持戒，修定修慧，修诸功德，修诸神通，如是罪障，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众等重复苦道，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贪嗔心构起六事，随逐六尘，起众多罪，或于众生边起，或于非众生边起，或于无漏人起，或于无漏法起，如是贪嗔所起罪恶，今日忏悔，愿起除灭。又于痴心起颠倒行，信于邪师，受于邪说，着断着长，着我着见，随痴所行起无量罪，如是因缘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众等重复至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身三恶业，口四恶业，意三恶业，从无始无明住地烦恼，恒沙上烦恼，指上烦恼，观上烦恼，四住地烦恼，三毒四取，五盖六爱，七漏八垢，九劫十始，如是一切烦恼等障，无量无边，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众等重复至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不能修慈悲心，不能修喜舍心，不能修檀波罗蜜、施罗波罗蜜、忏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又不能修一切诸菩提法，如是无有方便，无有智慧，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众等重复增道，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轮转三界，背离六道，受四生身，或男或女，非男非女，遍一切处，起无量罪，或为大身众生，更相淡时，或为细身众生，更相淡时，如是等杀业无量无边，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众等重复至诚，五体投地，自从有世神以来，至于今日，于六道中受四生身，于其中间所起罪恶无穷无尽，如是等罪，唯有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尽知尽见，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罪量多少，
今日至心祈丧求哀惭愧忏悔已作之罪愿尽消灭未作之罪不敢复作仰愿十方一切诸佛以大慈心受众等今日忏悔以大悲水洗除众等能障菩提一切罪垢令至道场毕竟清净又愿十方一切诸佛以不思议力本誓愿力度脱众生力不护众生力令众等今日起誓发菩提心从今日去这座道场毕竟成立不复退转所有誓愿悉同菩萨所行誓愿仰愿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以慈悲心同加摄受领众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一切众生各个具足满菩提愿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一皈依三宝截断疑根错情折意入玄门因果俨然存忏悔公身诸佛共垂恩南无欢喜地菩萨摩诃萨南无欢喜地菩萨摩诃萨南无欢喜地菩萨摩诃萨初忏天上人间正遍知觉广超日月得月太虚无去无来隐隐长居华藏界不生不灭娓娓作断涅槃尘因物现行随机复感若红中之带控似空谷以传身愿垂无极之大悲见此一时之佛事上来奉为求忏众等修从慈悲道场忏法今当第一卷功德克邪圆满于内修设坛场铺书干相灯燃火树香喷成坛散五色之名花现新奇之妙果歌扬半拜称赞洪名行道入禅奉经持咒所及功因专身回向常住真慈三宝会下护法诸天上中下界神奇远近无边灵旷普愿见此传承先生欢喜之心留恩泽于天上人间宣化日于他邦此界圆满道场出生功德切念今晨求忏众等忏事罪愆迎祥吉福福愿一生罪垢冰消一切业缘清净一心解悟向一理之真如一念回光造一乘之妙道转苦缘而成乐聚洒热闹而作清凉祖迷宗亲决定往生于净土何门人眷方当永享于霞林等冤亲而共沐恩波与凡圣而同积宝地今则依闻忏悔有恐维系罪业难逃再劳尊重同求忏悔梁皇忏以卷功德力愿灭信人一障罪清正菩萨欢喜地忏文举处罪花飞解了冤忏了罪消灾增福慧龙华三会愿相逢弥勒佛前亲受记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梁皇忏一卷以全周回向四恩并三友拜忏众等增福寿愿将法水洗千由欢喜地菩萨唯愿哀纳受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二花奉献文殊共普贤牡丹硕耀真堪现百花献纳黄金殿花开花谢展金莲青衣童子
石花千堵慈尊面。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入忏，公文欲得人法之两空，须证二言之极果，即明真俗之二谛，必了生死之妄缘。龙神八部已参随，幽显灵聪而密佑，胸藏提于万字，足轮应于千花，为佛得以难思，欲赞扬而莫及，不为本事，普利有情，高夫百宝之莲台，见此二十之佛事。今晨求忏众等，起见慈悲道场忏法，今当第二卷入坛缘起，我诸众等，血清三业，冰结六根，焚兜罗婆，散分陀利，严奉十方之至圣，称赞诸佛之洪明，洒滴滴之甘泉，荡斑斑之罪垢，切念求忏众等，远从旷劫，尽至今生，二障盈缠，续诸生死，二空未悟，薄起爱憎，随邪见之二边，寻苦乐之两道，无明顿起，因杀盗妄而念念牵流，烦恼日增，身口意业而重重造罪，况生尘之交报，似集锦轮，唯业果已昭然，如二叉聚，非假肯修于忏法，何有免离于牵游？有事一起虔诚，心怀惭愧，以借现前之锦服，永为灭罪之良规。我愿如斯，佛必安怜，仰叩弘慈，明勋加倍。佛面犹如镜满月，亦如千日放光明，圆光普照于十方，喜舍慈悲皆具足。起运慈悲道场忏法，一心归命三世诸佛，南无过去毗婆尸佛，南无湿气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拘那含摩尼佛，南无迦摄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当来弥勒尊佛。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二，发菩提心第四。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德，洗碗新垢，十恶重障尽尽无余，业累既浅，内外俱竭，次因养学菩萨修行直道，功德智慧由之而生。所以诸佛每叹发心是道场能办事故，唯愿大众各兼其志，莫以怜悯待时漏尽，勿令空去，后悔无益。相与今日，值遇好时，不因日夜烦恼复心，宜当努力发菩提心。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功德智慧不可隔量。概论一念，况复多念。假使历劫修无量福，乃至今生备行于善，不及发心万分之一，算数譬喻亦不能尽。又有一人，但作福德，不发菩提无上道心，譬如耕田不下种子，既无其芽，何处求食？以是义故，须发菩提心。因缘为证，上报佛恩，下拔一切。所以佛赞诸天子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为欲利益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是为第一供养如来。发菩提心非止一过，唯因数发，令菩提心相续不断。是以经言：于那由他恒沙佛所发大善愿，是之发心其数无量。又菩提心但遇善之事，便得发起，未必皆须执佛出世。如文殊师利始向菩提，乃因女人以发初心会事，
不为凡品，清标心智，时有可养大乘，贪求佛法，依以诸经取辟世事，愿亲无差，六道一向，愿因思善具得解脱，若同现解，直非细论。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发菩提心，必须起想先缘所亲，喜念之时念己父母师长眷属，又念地狱恶鬼畜生，又念诸天诸仙一切善神，又念人道一切人类，有受苦者当云何救，见以其想应发誓念，唯有大心能拔彼苦。若一想成，应作二想，二想成矣，应作三想，三想成矣，满一世想，一世成矣，满一游巡，一游巡满矣，满阎浮提，阎浮提满矣，满三天下，如是见广，满十方界，见东方众生尽是其父，西方众生尽是其母，南方众生悉是其兄，北方众生悉是其弟，下方众生悉是姐妹，上方众生悉是师长，其余四维悉是沙门、婆罗门等。见以作念，若受苦时当作我想，亦诸人所调身按摩，是拔其苦，得解脱矣。为其说法，赞佛赞法赞菩萨众，作是赞矣，心生欢喜，见其受乐如己无益。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发菩提心，应当如是，不舍于苦而度众生，相与人人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心念口言，作是誓愿。众等从今日去，乃至道场，于其中间，在所深处，恒执善知识，发无上菩提之心。若处三途，即堕八难，常使意念发菩提心，令菩提心相续不断。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当起勇猛心，因众心发菩提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永师佛，南无清净佛，南无清净师佛，南无梭琉那佛，南无水天佛，南无坚德佛，南无湛檀功德佛，南无无量橘光佛，南无光德佛，南无无忧德佛，南无那罗延佛，南无功德华佛，南无坚勇精进菩萨，南无金刚慧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众等今于十方一切三宝前发菩提心，从今已去乃至道场行菩萨道，誓不退还。恒作度脱众生心，恒作安利众生心，恒作复护众生心，众生不得佛者，誓不先取正觉。仰愿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一切圣贤，先为我证，令众等一切恨怨皆悉成就。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南无甚深普遍自然解脱，
灭罪除障，刹挪成就诸佛十万名号，为尽虚空一切众生，皈依九传成诸上师。四六续部坛城本尊及母续海会圣众。南无甚深普遍自然解脱，灭罪除障，刹挪成就诸佛十万名号，为尽虚空一切众生，皈依九传成诸上师。四六续部坛城本尊及母续海会圣众。南无甚深普遍自然解脱，灭罪除障，刹挪成就诸佛十万名号，为尽虚空一切众生，皈依九传成诸上师。四六续部坛城本尊及母续海会圣众。念诵一遍，其功德若有形，则尽虚空亦不能容。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接下来请收看早课